败的瓶子。里面是冰淇淋。好凉啊。螺蛳粉和榴莲哪个臭？都不臭。螺蛳粉，冻榴莲，啊，好凉。尝尝这个抹茶的，里面有红豆，好吃。这是芒果的，各种大福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，这是买的。买的好吃，看我能不能一口吃了。好吃，继续吃榴莲。好甜。开的榴莲呀，这一块没肉。这个是什么卷儿？好吃。鸡翅包饭。排骨。